好，今天我们要来玩的这一款游戏呢，叫做《小小乙国》，它是一个游戏美术风格写实精美的一个 SLG 的这种游戏。像最近呢，就是因为圣诞节，所以大家都是这个圣诞节这个气息。这游戏里面呢，有上百种的这个蚂蚁，有没有看到？非常真实啊，非常真实。所以如果是喜欢蚂蚁的人呢，特别推荐这一款游戏。另外呢，除了我们里面有这个圣诞气息以外，外面呢也都会有。那城镇都可以改造成不同的造型。那这个游戏呢，它就是 SLG 嘛，所以它有运输椅、跟这个近卫椅，还有这个射手椅三种不同的蚂蚁。你看到我这边是可以生产我的这个近卫椅，越升级越上去以后，到上面会有切叶椅啊等等的收获椅，到最上级的话是到这个赤金的这个巨手椅。射手椅的部分呢，则是有从这个鹤翎椅到弓背椅，到最上面的话会有这个黄掠椅等等这种的不同的蚂蚁。好，运输椅的部分呢，就是行军速度会比较高，跟这个负重会比较多。当然有 SLG 的话呢，基本上我们就会需要比较高级的这个蚂蚁，就是我们说过这个特化蚁。特化蚁就有分的战斗啊、发展啊等等的不同的这一个选项。待会我们就会进行这一个抽。还有这一个圣诞的现实孵化，那这里面呢就有一些橙色的这个特化蚁。这一次呢，橙色特化蚁呢有 4% 几率。那里面有 PU 的呢，是我们的镰刀猛蚁跟这个捷克跳蚁，还有锯齿猛蚁跟这个黑金弓背蚁哦。然后当然也会有这个所谓的科技。这个游戏的进化到后面就有很多不同的进化，而且它每一个家里你都可以有不同的习性。像我这里的话，我是选种植。每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就可以免费转换这个习性。外面基本上就是有两种模式，一种是这个就是瓢虫，你可以自己打的这种瓢虫，然后跟蝗虫，蝗虫是给比较偏向这种植物类型的。然后除了这两个以外呢，还有群落，还有灌木虫之类的这种，它会有东西让你可以采集。然后除了这些以外呢，会有那种多人的，像这种小蜥蜴，你都要找你的队友一起打。然后呢，你还会有很多造型。会有不同的造型，这个看起来很可爱。它还可以把你自己看，现在我这个地图，其他是可以挖这个旁边这个地图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可以把房间挖的你自己想要的样子，你可以把它这个地板挖出洞，对吧？它就通过去。然后你不要的话，你也可以把它填回来，你可以把它填回来，啊，你可以挖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场景。看一下这一次的圣诞活动，圣诞现实孵化，我想要。想要这只看起来很可爱，哇，好多哦，超级多哎！熊猫蚁，哎呦，这只好可爱哦！懒猫，这游戏很吸引我，但可以让它不要这么写实吗？那我只能说啦，去买造型吧，宝贝，只要你有装扮，它就可以变得很可爱。好，那讲了这么多，接下来呢，就是要来试试看我的手气啦，来吧，我们有209抽。哦，我们抽个100抽不过分吧？来一个这个吧，成龙椅吧，来，不是那个成龙了，靠北啊，蔷薇椅，这是蓝色的吗？这都是蓝色的光，红头蜘蛛椅，哇，这好恐怖啊，紫色的，血色猛椅，它不能十连吗？这游戏的抽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拿到，一抽一抽，好好善待你的蚂蚁好吗？每一个都是一只英雄啊！给我个橘色的吧，不用4%几率耶，哥哥，我们4%几率耶，来了，橘色是谁？锯齿猛蚁，可是我不喜欢细细长长的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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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。黑蟹蚁蛛，哇，还有8个技能呢，这只可爱多了，真的。紫色，你说它有8只脚，不是蚂蚁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嗯，它怎么有8只脚？是蟹蛛科的一种，它是吃蚂蚁的，蚂蚁天敌啊，完蛋！内鬼蚁，再给我一个橘的，再给我一个橘的。来，哦，感几率很高哎！镰刀猛蚁提供普通攻击50%，指的什么？指的什么？哑光蚁，它的屁股好圆好亮哦。美尻，没错，蚂蚁也有美尻啊。
乙靠乙靠，要保底了吗？要保底了吗？三，巨人弓背二，保底 C， 防疫蚁虫，哈，又是内鬼啊！我要抽蚂蚁啊！不管了，再抽，我要抽蚂蚁啊！内鬼天尊，不是，这能怪我吗？这以后头很痛。你没抽之前，我这个巢穴里面都是蚂蚁。抽完后怎么好多很像蚂蚁的人啊？你说以后别抽我。来了，橘色，杰克跳猪，跳蚁，已经都看成猪了。我觉得我快抽到，我快出现了那一只，我朝思暮想的毛茸茸的。内鬼竟是我自己。以后也很累耶，一次生这么多颗蛋让我抽，怎么都是蓝色啊？剩17了，不会再保底了吧？来，是不是黑金弓背蚁？感觉目前不知道最强的反而是黑蟹蚁蛛跟防蚁虫，那两只好像很强哎。再一只啦，再一只就停。你说再抽一只阿豪蚁哦？听说最强的是死神蚁，死神蚁我这边抽不到哎，还是我们去特级孵化里面看看能不能抽到死神蚁，来试试看，换一下口味，这池就没内鬼了吧？这蚂蚁是 level 2D 吗？它几乎是 3D 了吧？怎么这黑色萌一直出啊？不知道保底了吧？谁？驾驶员行军蚁？哇，这只看起来还不抢哎，再一次吧，我还没有抽重复的，是不是？其实我有一些很厉害的天分，完全不重复。这个蚂蚁品种真的多哎，蚂蚁品种是真的多啊。哎，我一直重复到这个黑甲蜢蚁，紫色的倒是一直重复，紫色的都是全部都是黑甲蜢蚁。哎，我好衰哦。又要保底啦！故事行军蚁、运输蚁增加攻击力是什么概念啊？可它攻击好高，70%哎！真的最后一只，蓝色的我就直接跳过，最后一只，给我橘，给我橘。橘，哇，这只感觉就很普通，真的，目前感觉最强的是防蚁虫跟那个黑蟹蚁蛛，哎，这两只看起来真的很强。好，再跟各位讲一下，我们今天玩的这一款游戏叫做《小小蚁国》，有兴趣的自己下载一下。咪咪讲，今天吃了什么？吃了卡哇伊。接下来你要做什么？接下来不睡了，明天再努力。啊，那 boss 啊，那你 boss 现代？哎 ，boss 天帅 ，nice nice 天帅。哇、cool.